这些全都是许大人送的。哦，哇，真是难得一见的美玉呀！我看许大人是想把整个岳阳城都颁给小雅。嗯，想听就正大光明去听呗。没有。嗯，书拿反了。 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，他恨不得把这全世界都买给她。嗯，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，但是他约我去故地重游，或许想起来会有所不同。不行，嗯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啊，你不知道今天要下雨吗？ 不一出城也不一出门，真是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不出去了，不出去了。那个，我们得去郊区，很晚才回来。你要是有棘手的事儿，就留着，明天我回来处理。我要是你，我今天就不出去。你又不是我，再说了。 这风怎么刮得这么奇怪？哎呀，这下完了，弄得这么乱七八糟的，得整理多久啊？红豆，去跟许公子说，今天就算了吧。好，哎，这些东西你和红豆和李府一起收拾就完了。我不行啊，我有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七小节的时候，我约好了要去见几个客户，我今天不在家。你都没和我说过。我忘了。嗯。 嗯，我也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红豆，你去跟许大人说，就说明天再约吧。好。 小雅，这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本来约好小雅出去的，听说没纸资料被弄乱了，所以我来帮你整理整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许公子，你是客人，怎么能让你来收拾呢？我来。哎，你不是要出去吗？啊，今天不是不宜出门吗？我改日再去。嗯。 说好了，许公子，请回吧，就不送了。哦哦，那夏雅，明天见。嗯。等等等等等等。哎。
那个上次去小学的时候你不是说过吗，如果我答应画像的话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的。嗯，但是我现在没心情履行承诺。我有心情啊，你今天带我一起去。我和云川故地重游，你去干嘛？好，那我换一个条件，你今天不许出门。走吧。坐吧，小雅。大人，按您的吩咐都备齐了。小雅，我特意让洛莱登把招白菜送来了，我们一边看风景一边吃美食。哇，好大一盘银耳水鸭呀。哎，等等，看这鸭子的成色好像坏了吧。那你别吃啊。好像真坏了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嗯，你这几天不停的找茬，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，把几十年前的账翻出来，现在又跑到这儿来捣乱，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我没想做什么，我只是什么？我就不明白了，搅和我的事情你就这么开心吗？你误会了。误会什么？哎，我知道你不喜欢云川，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是我心心念念想了很久的救命恩人，没有他我根本就活不到今天。我真不知道云川到底哪里惹你了，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做这些事情，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吗？小雅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。我放手。小雅，从今天开始，除了低眉的事儿，我一句话都不想和你多说。哎，最近城里不太安生，你小心一点。对，晚上不要出去。不知道从哪来了几个采花贼，害了好几个姑娘。等我抓到他，非扒了他的皮。采花贼，瞪我干什么呀？小雅，采花贼。好，小娘们儿，你还好好跑吧你！咋不跑了？还敢咬老子？别动。Thank you.